用了半年时间了，总体的用下来的感受，这台机的话，不管是开报纸还是开这个卡纸，300、500克、400克，它的稳定性特别高，不容易出错，它的各种电源特别灵敏，精度很高，基本上的话，每小时可以开到8000转每小时，重复装满的话也比较快，比较便捷，我们有很多的铝箔、钢箔。 模组化的站台美隆系列的混合机，拥有生产高速生产处理和其他各种特殊的采合，它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更高的稳定性，同时呢，能让采合更紧密地运行在一起。在生产过程中，与其他机器能提升20%的生产率。此外呢，在这台设备所需的工具减少了80%。 从而简化此类采合生产的过程，这不仅可以节省宝贵的设计时间，提升了产品的质量，还能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同时，降低产品的损耗。